24日凌晨，胡歌发博追忆去世母亲。据悉，胡歌妈妈追悼会已于上月月底举行。早在2017年10月，胡歌曾以爱心大使身份宣传乳腺癌防治，提及了妈妈的病情。胡歌妈妈在她5岁时患上了乳腺癌，对抗病魔30多年。胡歌在演讲中提到，我的母亲是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性，她的积极乐观和她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和坦然，对我今天甚至是我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